很好吃，我很久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饭了。别夸我了。对了，裴子栋，你是哪儿的人？哦，我家住在甘肃瑶窟，过了黄河，翻过大石山，看到黄土高坡就是我家了。这么多年你回过家没？没啊，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爹娘就死了。你是孤儿啊？嗯，所以我很羡慕那些有爹娘疼爱的孩子。是吗？虽然我们家很穷，但是从小我娘都很疼我，是我娘一手把我们兄妹两个拉扯大。每天早上天还没亮，我娘就起来磨豆腐，从来没有让我们兄妹俩饿过一顿肚子。我最挂念她了。嗯，对了，你应该回去好好孝顺她，让她享享清福。其实这个娘不是我亲娘。嗯，我亲娘已经去世了，我刚出生的时候就被我爹换到这一家。我除了跟我亲娘学到一些绣艺之外，她从来没有听过我亲口教导，就在我受不了。真想不到你是一个情愿把苦埋在心里的人，平常看你在你姐姐面前总是那么开心，欢欢喜喜。春云是我的亲姐姐，我不想让她为我担心。难怪你步步守着她。好了，这里风很大，进去吧，不要着凉了。做饭又为我铺床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我觉得好幸福。这样就觉得幸福了，比起你以前为我做那么多，那我不是更幸福吗？那好，今天晚上我让你再幸福一点，你睡床上，我睡地下好了。你睡了吗？哦，我睡着了。那好吧，不说了。那不过我现在又醒了。我睡不着。那好吧，我陪你聊天到天亮。子东，嗯，我觉得你对我太好了，我觉得我欠你挺多的。我知道你是个不善于表达的人，所以你越是这样，我就越觉得内疚。我觉得爱一个人就要真心对他。我真的不知道你爱我什么呢？还记得当年选秀女的时候，你年纪轻轻，不畏强权，那个时候我就从心里敬重你了。可是敬重和爱是两码事啊，
我记得我刚进宫的时候，我还很敬重老佛爷呢。你先听我说，在皇宫玉秀坊里，你从不攀龙附凤，敢爱敢恨。我被打进死牢，你又用你的智慧、秀艺，帮我死里逃生。你爱憎分明的性格，聪明大度的为人，还有坚强不屈的意志，都是我喜欢你的理由。我觉得遇上你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。说实话，不管你爱不爱我，将来我无论走到天涯海角，这份回忆够我想用一辈子了。起床的，你做饭的时候我就起来了，都已经跑了一圈了。我给你做了炊饼，够你七天吃的了。我知道，我都放在包袱里了。我那是给你做的。用不着，我答应钱串今天回去的，不然的话他死定了。兰心啊，我希望传明真的会给你带来幸福。子东，谢谢你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我看你姐也应该快到了。真的吗？全福哥会不会跟他一块来？没有。看来他们真的是没有缘分。对，就像我们啊。慢点，小心。是你啊。是啊，你刚才不是骂我骂得很过瘾？哎，对了，当土匪好玩吧？啊，哎哎
哎，裴哥，你别走啊！裴哥，你拉我上去啊！你拉我上去啊，裴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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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拉我一把吗？今天我就拉你这一把，希望以后不需要拉你第二把。啊，来。立地称王不是我们做的事情，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吧。哎，裴哥，兰心到哪儿去了？把她送走了。把她送走了？嗯。你傻不傻呀？你这么喜欢她，你不趁这个机会把她弄到手啊？你这是人话吗？这是我裴子东做的事情吗？可是你这么做不是便宜顾传明那个小子了吗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少在我面前提这个人。哎，裴哥，哎，裴哥，裴哥。哎，你先帮我把这个，哎，裴哥，裴哥，你等等我，哎。事实上好的普洱茶，这可是皇宫的贡茶，以前只有皇帝小子拿来漱口用的，现在赶上民国了，咱们也能喝上这茶。传明，这次你可把我给坑苦了，就你让我出手的那批绣品啊。有不少买家都说那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孤绣，正吵着要退货呢。哎，你怎么拿这样的东西出来讹人呢？你不会不知道吧，像孤绣这样精雕细琢的绣品，就你出的那点价，哼，连股线也买不到。哼，可是这事情现在不大好收场啊。这可是我们事先说好的，你既然收了这个好处，就要摆平这点事情。那好吧，那我就再试试。你最近见过元兄吗？传明，你是知道的，这位老兄是事不多管，钱不少拿。哎，等等，你是要借元兄谈员工吧？难道你也看中了时局？哎呀，现在生意难做，古往今来的官场都是朝中有人好办事儿，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懂吧？外面传言员工很有可能会登上大总统的宝座。那么说元兄的仕途也被看好了？那还用说吗？改天约他出来见见。嗯。哎，这个元兄啊，怎么还没来啊？人家现在可是寻差相伴，时光飞逝不觉长呢。像这样的女人啊，现在又叫交际花。听说这个交际花以前还是宫里的贵妃娘娘呢。哎呦，看来咱们的元兄现在还真是艳福不浅呢。那还有错？哎，应该是他们来了。来了。袁公子，让各位久等了，来给大家介绍位美女。来，我袁某敬各位一杯。哎，我们请，我们敬。对，我们敬袁公子。来，袁公子。柯定兄和绿竹小姐肯赏光，那是我等莫大的荣幸啊。对，是啊。哎，对不起各位，我跟家父约好了有事情要谈，那绿竹小姐我顺路送你回去。这么快就要走？他没
今天晚上我还有事儿，就不耽误你了。也好，那好，各位，袁某就先走一步。传明，那你就帮绿珠小姐叫辆车吧。啊，元兄交代的，我一定做到。大家慢用。好，慢走，慢走，袁公子，袁公子，慢走啊。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袁公子让你照顾我，难道不送我回家？请问丽珠小姐住在哪儿啊？这翡翠胡同不是军人俱乐部的吗？我通过袁克定把它租下来了，我想和你旧梦重温呢。哼，我不记得有什么旧梦重温的事儿。难道你还记得你那个可爱的兰心？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了。那如果有一天他回来，你还会要他吗？他现在在云南的这种偏僻之地，估计已经是凶多吉少了。传明，现在朝廷垮了，我一个女人要想出头，总要有个依靠吧。那我应该恭喜你，飞出了宫墙，又攀上了高枝。可是我爱的男人就只有你一个，传明。没事吧？没事，慢慢走。姐，现在世道真的变了，男人们都把辫子剪了。是吗？姐，我们到那边去。来，小心一点。姐，坐下歇会儿，喝点茶。小心啊。慢点。小心，姐，传明喜欢吃翠芝斋的玫瑰粽子汤，我想帮他买点带回去。你呀，满脑子都是传明。去吧，买一点带回去。姐，你带着别走，我马上回来啊。等我一下。有小偷！有小偷啊！有小偷啊！姐，怎么了？小偷把我们的包袱偷走了。已经没有了。哎呀，真是的，都民国了还这么乱，
大街上就偷东西。你没事吧，姐？你没事就好，东西丢了就算了吧。别的倒也算了，可惜了那件肚兜啊，那是光绪年间的贡绣啊。姐这眼睛怕是以后再也修不出来了。姐，快起来快起来，你看这是我偷的绣品。不错，哎呀，你得而复失，又怎能失而复得呢？严森，谢谢你特意赶到上海来接我。你远道而来，这是应该的。你及时赶回来，真是太好了。近来国内的局势急转直下，为解民旋，孙先生准备履行诺言，自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，并推荐袁世凯就任民国总统。袁世凯，他这个人靠得住吗？哎，孙先生他也一直在考虑制约他的办法。孙先生也多次电催袁世凯来南京就职，可他总是有借口，迟迟不来，反倒约孙先生去北京面谈。纵观此人做事，向来是出尔反尔。前车之鉴，组织上决定还是先派你到北京为谈判工作做准备。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我没问题，谢谢组织信任。太好了，你看你一路颠簸，来去匆匆，辛苦你了。哎，你也多年未曾回家了吧？临行前不如先回去探望下老母亲。啊，谢谢。莱西，莱西，莱西，哥，快快快，出来快点！姐，哥。
兰心。你还好吗？我很好，你好吗，哥？嗯。你是沈涛吧？我们还没见过面呢。我是纯元。哦，你是纯明的姐姐啊。你和兰心。当年你离开了北京之后，兰心因为你的事受到了牵连，被朝廷发配到了云南。什么？是哥哥连累了你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事情过去了，不要再提了。我平安回来了，我们要重逢了，我们应该高兴啊。对，高兴才对。这么多年，我最牵挂的是我们娘。一直没能陪在你的身边，你就骂我几句，打我几下吧。傻孩子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了。你们饿了吧？娘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红烧豆腐。真是跟娘说了吗？我虽然不是娘亲生的，可是是娘把我养育成人，还处处为我担心，为我操心。我还从来没有报答过他，我不想告诉他，我怕他难过。真是个孝顺女儿，娘没有白疼你。哥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永远都是我最好的哥哥。你也永远是我最好的妹妹。真的，能有你这样的妹妹，我感到非常的高兴。就算我出门在外多少时间，我也会觉得非常安心。哥，你还要走啊？哦，那行，哥有句话要告诉你。既然你已经知道顾老爷是你的亲生父亲，有机会你还是要相认。俗话说得好，人亲骨肉相，这是人之常情啊。先生，小女的眼疾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大小姐受过重物的锤击吗？大夫说的没错，那次遭遇天灾，我被漂流的树干扫到后脑，还发了一场高烧，事后除了偶有头疼，此外并无任何异象。是啊，表面看起来似无异象，却是颅内淤血充斥眼底，如今开颅不成
青淤也难呐、啊。老夫一时恐无良方了、啊。先生，那小女的眼睛算是废了。话也不能这么说吧。于青自然目，于姬难免目。往后的日子，大小姐的眼睛会时好时坏，好的时候洞察秋毫，坏的时候会一夜障目。啊，晚早。医者医心呐、啊，你们就另请高明吧，老夫告辞了。爹、嗯，我的眼病我自己最清楚。刚才大夫也说了，静养为上。回来后的这些日子，经过调养，我已经觉得好多了。你在我跟前，我依稀都能看到你的眉毛还有胡子，所以您不必替我担心啊。川原呐。你尽快的把自己的眼睛调理好，爹还指望你来帮我操持家事呢。爹身边现在就只有你一个女儿了。你怎么还说只有一个女儿呢？你什么时候才把兰心给认回来呀？春远，这件事得让爹好好的思量一下。哎，春远，你在宫中这么久，难道就一点不知道这瑞鹤图的下落吗？厉公公竟然把图给盗去了，他又怎么会轻易拿出来示人呢？哎，顾家的传世之宝啊，到现在都没有找到，爹真是愧对祖先呐。爹，你怎么重物轻人呢？纵然是无价之宝，但也是身外之物啊。倒是兰心的事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哎呀，春元，父女相认事小，咱们孤家的声望的事大呀。倘若为此事我们名声扫地，那我们孤家的生意也会一落千丈，咱们孤家在同业中就会没有立锥之地呀。说来说去，你都是在为自己考虑。爹在你的心目中是这种明哲保身的人吗？爹又有爹的难处啊。当初你把兰心给换掉，也说是为了你的难处。爹，你的难处怎么永远那么多呢？传渊，传明在咱们家20多年了，这些年来爹体弱多病，孤家的生意全靠他在经营打理，现在突然让爹和兰心相认，那传明怎么办？他受得了吗？您就只想着传明的感受，你怎么不想想兰心呢？哎呀，纯元，纯元，这件事情你就要逼我吗？让爹好好的权衡一下利弊吗？爹，兰心是您的亲骨肉啊。这些年来咱们姐妹俩在宫里吃了多少苦头你知道吗？娘一直到临死之前，她还惦着咱们家能够一家团圆呢。爹，您就别让娘跟我失望了好不好？爹，哎呀，兰心，爹迟迟不能做出跟你相认的决定。姐，你不要去逼爹。自从回来以后，我觉得父女相认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。我想爹想的一定比你跟我都要周全。如果事情说破了，我们还要顾及传明在孤家的地位，这也是我不想跟你回来的原因。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影响传明的感情。你真是善解人意。有时候我觉得爹做事太自私，太世故。姐，
不要这样说爹。其实，爹认不认我，我心里面都无所谓的。只要在我的心里面，认他这个爹就行了。可我心里着急呀、啊。娘临终前把你托付给我，我也对自己许下承诺，要让你认祖归宗的。可打从咱们姐妹俩回来之后，感觉好像相隔更远，连说话都还要约时间找地方。没关系啊，不然的话我到姑家去做绣娘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经常见面了。不，这样子一来要让爹认回你就更难了。兰心，还是委屈你在沈家多歇几天。姐，我一点都不委屈。哦，对了，我忘了告诉你，我把我在阿伟那儿绣的山寨图拿去绣爷商会了，我参加一年一度的绣品比赛。那好啊，姐虽然不能亲眼看你的绣图，但至少能听到我妹妹拔得头筹的好消息，也不负咱们姐妹俩在玉修坊的好名声。嗯，哥。嗯，你什么时候从绣坊回来的？早回来了。啊，其实我发现呢，我现在绣坊里撑不了多久了，岁数不饶人呐，正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是啊，要不是纯元的眼睛有病，他倒是可以帮上你很多忙的。嗯，传明嘛，又在北京忙着做绣品的生意，那么大的绣庄，凡是你都要事必躬亲，也真是难为你了。啊，差点忘了，传明给你来信了。啊。哥，有什么好消息吗？有啊有啊，你看，上月拿到京城的绣品，比原来的计划多盈利了三成啊。是吗？而且他现在还认识些做饰品的朋友，还可以在京城推出些绣花服饰。太好了。哥，亏得你有这么一个好儿子。你看，民国以来其他的绣庄都日在萎缩，唯独你啊是蒸蒸日上啊。是啊是啊。哎呀，现在的姑家还真少不了他了。哥，人家如果有这么一个能干的儿子，早就开心得不得了了，你怎么会唉声叹气呢？是吗？啊，我有吗？会长，你看，这次的比赛名单结果就在镇上。好好好好。好啊好啊。顾老爷，绣娘们都在下面等着拿锦旗呢，那咱们就下去给他们颁奖吧。哎，
兰心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们有很多年不见面了。顾老爷，是好多年没见面了。回来也没能去看你，您的身体还好吗？啊，还好，就是老了一些，很多事情都无能为力了。我知道，您最重要的是保重好自己的身体。兰心，恭喜你，你的绣作占了今年的鳌头啊。我应该谢谢您，顾老爷，我的绣还是在您的绣中学的。不，兰心，是你的悟性，你的天分，难得，难得呀。顾老爷，您这可不是跟我们抢兰心姑娘吧？啊！承蒙各位庄主看得起我，我想我还是回家再考虑考虑。爹。啊，陈元。爹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陈元啊，今天荷塘小镇的绣品大会，兰心中了魁首。今天我见到她了，陈元，你知道爹的感受吗？爹突然感觉到，这心里头是。是又酸又苦啊！是爹做错的事情，就像泼出去的水，没有回头路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等会儿就离开北京回家去了。什么事这么急？